一朝突变风云起，刀口浪尖见真诚，慈父遭谤子不在，世人也会骂不仁，携手并进力要深，哪怕酷刑来加深，放下观念扶正义，无限慈悲感世人，竟将真相告天下，法轮常转定乾坤。我今天腿没疼，真像坐在鸡蛋壳里似的。太好了，珍珍，学校怎么样？喜欢吗？喜欢，比幼儿园的小朋友多多了。我们刚考完期末考试。珍珍说她不要考第一，要考第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考了第一，别的小朋友就会妒忌我，然后如果这样他们就不和我玩了。那么要是别的小朋友考了第一，你会不会妒忌呀？我不会，师父说了，妒忌心是个很不好的心，这种心我不要。爸爸走啦。好，我们走了。刘姐，哎，这几年咱们天天出来锻炼跳舞，身体也不见好，这天一变，我这腰腿病又犯了。听说练法轮功去病健身。对呀，我也正想练练法轮功呢。哎，阿姨，燕子，早上好。你今天功练完了？我和你刘姨正说着呢，听说法轮功能去病健身，什么时候教教我们呀？好啊，您什么时候来都行。练这功容易吗？我看你们盘腿举胳膊的，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没问题，张大爷比您岁数大多了，照样行。您看他现在多硬朗啊。可不是嘛，我就是看到他的变化，过去他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那干脆您明天早上就来吧。好啊，你叫阿姨啊。好，我得走了，阿姨再见啊。哎，燕子，这两天我得找你剪发了。好，您来吧，再见。服了，大家随便拿。我要小号的。没你的。为什么？老板说了，你工作服还不到半年，不需要换。有没有定验的？人家超过半年了。那他的只比我多三个月呀。偏心。没小田的，任落一群不落一人吗？哎呀，别说了，快挑自己的吧，一会儿顾客都来了。有小号的吗？小号你能穿吗？小田，你来试试吧。正好，正好。太大了。可以，你就穿吧。那你呢？我的还挺好的，就不用换了。
丁燕，能借你那把剪刀用用吗？我这把我老用不好。好，你就拿去用吧。谢谢。别跟他混，你没瞧他那副得寸进尺的样子。没关系的，我会修理，修修就好用了。谢谢。这等怪事呢，小田，快把灯打开，怎么大白天天黑了？哎，老丁，刚才那新闻你先别跟燕子说啊。爸妈，我回来了。你可回来了，你妈可急坏了。外边雨大，路不好走。看你淋的，我去给你倒杯热水。妈，我自己来吧。先擦擦。没事儿，喝点热水。你女儿自从练了法轮功，就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了，放心吧。还是小心点好啊。坐一会儿去把衣服换了啊。哎，哥哥有消息来吗？有，他说了今年年末有个假期，回来和我们一起过年。哦，燕子，今晚还要去小平家参加集体学法吗？不了，今天太晚了，我进去会打扰大家的，今天就在家自己学吧。我回我屋去了。哎，快点啊。哎，明天我应该去上法呢，还是应该照常去练功呢？今天人怎么这么少啊？什么日子？哎，想那么多干什么？练功吧。昨天晚上你看电视了吗？看了，我去了辅导员小平的家，他儿子说十多个警察把他妈妈带走了，他家也被抄得乱七八糟。你叫什么名字？蓉蓉。你也是大法小弟子吗？是，我和奶奶都是法轮大法弟子。你呢？我也是，爸爸妈妈也都是。我们练功吧。好啊，我每天早上都练功。妈妈，这你妈妈在这呢，快快快！
别让老爷在，怎么信访办的人不出来，却来了这么多警察？请你们不要在政府附近一带聚集，希望尽快离开，再不离开我们就要执行公务了。向前一步走。妈妈，我怕。真真不怕。我怕。不怕不怕。向前一步走。向前一步走。宣布法轮功非法集会，你还敢念？谁再念，上面有命令，全去拘留所。你放开我！少废话，快上车！还有一个，上。那不是燕子吗？怎么一帮警察也在和他学功啊？哎呦我的妈呀！那些警察在抓人呢！快走，快走！我们上访是来向政府解释，我们修炼法轮功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希望政府能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为什么不接待？我们也不想抓，是上面的命令，抓！孟所长，您瞧，最近来我店的顾客可多了。刘女士，那得恭喜你发达了。不是那意思，您误会了。小丁啊，是我们那儿技术最好的，很多人都是冲他来订发型的。如果他再不回去的话，我那小店的顾客可就走光了。我不是说了吗？丁燕能不能回去要看他自己，只要他说不练了，马上就能跟你走，我们也可以交差了。进来。经理，哎，小丁，你还好吧？所长说了，如果你写个保证，保证不练功了，今天就可以跟我走。我练功没有错，把我抓到这儿来才是错的。法轮功已经在7月20日被政府定为非法组织，你是不知道还是在装糊涂？我都告诉你多少遍了，我们练功做好人，犯了哪条法了？你很顽固哦。15天的拘留期到了，你可以走了。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早上好。哎，小丁，你回来啦。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台子还给你留着呢。谢谢。你看看有没有要换的工具？都很好，不用换了。丁燕啊，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来了好几趟，都说你有事出去了。拘留所。什么？哟，我不该问。没关系。你去拘留所干什么呀？我是被抓进去的啊，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哎，这几天我看电视，所有的台呀，一天到晚就是播关于取缔法轮功的事。哎，跟文革又来了似的，孩子，你可要小心呐。哎，小田，你天天一大早就来，哪来那么大精力啊？我天天早起练功，所以我已经习惯了。你还在练啊？小丁，待会儿你来办公室一趟。现在不写保证的必须开除，否则小心你的营业执照。请进。经理。哎，小丁你好。请进请进。谢谢。来来来，
坐坐，请坐。谢谢。来，谢谢。小丁，我知道你练法轮功身体受益很大，可是呢，市局有通知，如果谁不放弃法轮功的话，就得下岗。为什么？说是上面已经把法轮功内定为邪教了。你在我这儿一直工作很努力，技术也很棒，我一直很想提拔你，可是这是500元钱，就算我一点心意，也算你的年终奖金，拿着吧。经理，谢谢你的好意，拿着吧，但是我不能收。你就拿着吧。政府的决定是错误的，历史终将还我们清白，那时候我还会回来的。丁燕，你不光是我的雇员，还是我的好朋友，现在风声有点紧，一定要小心，不然你的父母和你的家人都会受到牵连的。珍珍，丁阿姨，你怎么没上学呀？我被学校开除了。为什么？因为我练法轮功。你爸爸妈妈还好吗？他们也被开除了，学校说练法轮功的不能当老师。他们在家吗？在。走，咱们到你们家去。好。我想我们得马上去北京。我同意，省的市的信访办我们都去过了，他们都说是上面的决定，不接待我们，我们只有去北京了。我们要去天安门广场。为什么不去信访办？听说中央信访办的牌子都没了，我们只有去天安门广场练功，看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长时间了，珍珍，这里是天安门派出所。珍珍听话，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就走了啊。这个给你吧，是从别人那里传过来的。谢谢。不用谢。你叫什么名字？雷静平。珍珍，你饿了吧？这是从静平姐姐那里传过来的。老奶奶给你面包。这孩子真乖，奶奶谢谢你。你需要他，谢谢。每个人都得照相，留档备案，一人30块。放开我！进来，进来！我没有权利这样对待公民。进来，放开我！进来，放开我！让他坐下。我不是罪犯。照相。你们在执法犯法。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对待公民，放开我！我拒绝拍照，拒绝交钱。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对待公民的。照相。你叫什么名字？法轮大法弟子。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法轮大法弟子。你从哪里来？我不会告诉你的。
把你当人看，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这是派出所。我教你怎么说。快点说。到了这儿你还敢不说？说，快点，说不说？让你不说。给他上个反抗，我就不信他不说。叫什么名字？从哪来？如果时间长了，皮肤坏死了，手就残废了。现在风声有点紧，一定要小心，不然你的父母和你的家人都会受到牵连的。丁燕，你不能说，说了，会有好多人受牵连的。不想说的，你可以不说。真善人，走，咱们走，等会儿再来问他。你说不说？你不说，今天你就别想站着从这里走出去。你说了不算。啊？什么？在这里还没有谁敢这样跟我说话的。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我师父说了算。啊，好，好。那我就让你看看到底谁说了算。爸爸，爸爸，啊，你打阿姨，你是坏人，我自己回家，我不要你。嘿，小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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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从哪里来？说不说？让你不说，说，说。你要干什么？擦擦汗吧。哎，你这是何苦呢？我看你就说了吧。谢谢你，谢谢。我这样做还不足以让你们触动吗？这么多好人，你们这样对待他们，我可以用生命告诉你，法轮大法好。你千万要记住这句话，保持住你的善念，不要丢失它。科长，他不说，怎么办？放了他吧。大家尽量不要进进出出，现在他们有些疑心，也可能我们等来的是警察，也可能等来的是记者。
两个记者已经到了。好，谢谢。Hi, I'm 蔡明。Hi, I'm Marian from UN's Pres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Hi, I'm John from the New York Post. Nice to meet you. 你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镇压法轮功？我认为就是因为练的人太多了，江泽民妒忌。新闻发布会开始。Conference will now begin. 首先 First, 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法轮功。Introduction of 法轮功。法轮功又称为法轮大法，这是基于真善忍的修炼功法。法轮功自1992年5月由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吉林首次面向社会传出。在短短的几年里，使千百万修炼人在遵循真善忍的修炼中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和道德的归正，给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我们是修炼者，对政权根本就不感兴趣，但我们却受着无名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下一位发言的是王红女士。首先，我想谈谈425的情况。其实迫害法轮功并不是起源于99年，早在96年6月，中宣部就指示各级批判法轮功。先是《光明日报》以警钟长鸣的文章向法轮功发难，之后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发行、销售法轮功的书籍，还有公安部连续2年调查法轮功，并派人监视和打入内部。一些地方的公安警察早在425之前就已经大量没收法轮功书籍，骚扰练功的民众，也发生了许多起学员被拘捕的事件。虽然学员们无数次地向中央和各级领导反映，可几年中的迫害活动却逐步升级。到了1999年的4月23日，天津警方竟公然殴打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并抓了45人，这已经到了不向中央高层领导反映情况就解决不了问题的地步。425那天，数以万计的学员从全国各地来到了北京，从北海的南门到西安门西侧、福佑街及其以西的胡同，到处都是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要到中南海旁的中央信访办公室上访。那么事实上呢，当时是警察在指挥调动人流的，而学员们完全是配合的。他们安静地站在人行道路边上，北海到西安门这条交通要道在425全天畅通无阻。后来朱镕基总理安排了与学员代表的会面，并下令立即释放天津被捕的学员。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善良的，当他们得知事情在妥善解决之中，就尽快地散去了。那么多的人聚集，可是地面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连警察丢的烟头都拾了起来，这可是有目共睹的。我记得连西方媒体都有过报道。可是没过多久，在江泽民的一意孤行下，全国规模的对法轮功修炼民众的血腥镇压到底还是发生了。下面请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丁燕为大家讲述他在北京天安门派出所所遭到的折磨。感谢各位记者能来参加新闻发布会，我多么希望能有中国的媒体记者也在这里，但是
为什么都不问问题了？要快点结束，要不然会很危险。这次新闻记者招待会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让我们以表演法轮功第三套功法来结束这次新闻发布会。同学们，要尽快离开这里。好，我去给明慧网发文章。再见。越快越好。好。Sorry, we're late. Are you finished? 他们是来晚的记者。我想这里比较危险，还是带他们去我们的旅馆吧。我同意。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吗？我从小体弱多病。因为身体太弱，高中毕业时我考了全市文科第三，但是考完就卧床不起，大学也就上不了了。我在家躺了好多年，也读了好多书。我想在古今中外的书中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上天给了我生命，却拿走了我的幸福和健康？我还折了好多的千纸鹤，希望他们能帮助我早日实现心愿，找到答案。1995年的夏天，我的一位朋友推荐了我一本书《转法轮》。这本书给了我寻求已久的答案，使我的心豁然开朗。我明白了，快乐是自己的心境，而环境不是决定的因素。我开始努力按照真善忍去生活。而且通过练法轮功，我得到了失去已久的珍贵的健康。你看我现在都可以工作了，而我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员。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有着自己神奇的经历。法轮功通过人传人，心传心，上亿的人得到了健康和道德的回升。我们需要尽快离开北京。听说石家庄公安局已经拿到录像带了，不知道是哪一部分的，他们已经点名，要立刻抓捕丁燕。昨天来电话说要过来几个人参加法会，我现在去火车站接他。早去早回。再见。再见。厨房里没有菜了，我去买点儿。我也想去。好吧，珍珍要乖，一定要听丁燕阿姨的，知道吗？别担心，珍珍从来都很乖。那我们。
们就早去早回了。孩子们多单纯啊，可不能让他们受中共谎言的蒙蔽。正好我这里还有个小横幅，珍珍，学校用英语怎么讲啊 ？School。哎，我刚才好像看见有人在贴东西，会不会是法轮功的？那我们赶紧去看吧。珍珍不怕。小狗，我们是法轮大法的弟子，是李老师的弟子，伤害我们是罪不可赦的，但愿你分辨善恶，保护我们也是功德无量。他们一定是那条路跑了。什么？是一只小鸟。为什么它不飞？因为它受伤了，飞不起来了。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去吗？我想帮它治好。你会吗？我会照料它的，等到它可以飞了，我一定放它飞。我想让它飞。我们三个一起回来了。三个？妈妈，我想照顾它。明天广州法会即将召开，师父说过，怀大志而居小节。今天我给大家理理发，我们明天都漂漂亮亮的开法会。太好了，丁燕好细心啊。记得我们开十月新闻发布会时，虽然很多学员生活很困难，为维护大法的尊严，大家还是想尽办法买了整洁的衣服，因为这是代表亿万大法弟子说话。当时啊，也有人建议可以要求摄影记者把脸弄模糊，大家一致表示要用真名、真姓、真相，堂堂正正地为大法说话。小鸟，爸爸编这鸟笼，你喜欢吗？你的伤好了，我应该让你飞了。我舍不得你，但是我知道你喜欢飞。我喜欢练功。我喜欢上学，但是因为我练功，我就不能上学了。对了，我写个条，你带着它一起飞上天吧，也许这样我的心愿能早一天实现呢。珍珍，你在做什么？我想放它飞，但是我想让它带上我的心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让小鸟拿着它。没有这张纸条，
小鸟也会带上你的心愿的。还是阿姨聪明哦。我好想听你吹笛子。珍珍，阿姨现在没有笛子。以后镇压结束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练功了。阿姨一定会给你再吹笛子的，好吗？那我们拉钩。拉钩。珍珍，阿姨给你写首诗好吗？好。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我们交流一下吧，在现在这样的环境，我们还能保持集体学法，真的很高兴啊。今天我们这里来了几位海外的同修，美国的邹志明、孙岩、欧洲的刘晨，还有悉尼的李庆新，给我们讲讲海外的情况吧。大法红传60多个国家，大陆的同修了不起呀、啊！我们带来海外同修对你们的问候。你们在北京郊区成功召开的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第一次使世界媒体对大陆大法弟子有了一个直接的正面了解。事后国外媒体的报道中写着，北京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是打在江泽民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都是头版头条。小文，你说他们都在这开了7天什么法会了，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真神了啊。就是这里的片警太大意了，回去给他们长厉害。忘不了晨曦中的那群练功人。镇压前，我练功的那个小花园，每天清晨都会有80多人在一起练法轮功，晚上几家几家的在一起学法读书，交流着修炼中的体会，互相倾听着心性方面提高后的喜悦，那时多好啊。对，丁雅阿姨还给我吹笛子呢。
我们那里也是。冬天大家都穿得像个棉花包，站在公园里练功，可一练上就暖暖的。我以前工作累，整天争争斗斗，看了转法轮知道了，不应该再稀里糊涂的做人了。这功法这么好，怎么说镇压就镇压了呢？真善忍，如果在我们中华大地上都不能信仰，我不知道这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听说这些法轮功里边还有十月份开新闻发布会的那批人。是吗？那目标可就大了，他们就是三头六臂，今天也一定给我拿下。以前我也总是对违建发脾气，学了法轮功知道要与人为善，何况自己的亲人，但一家人哪有不磕磕碰碰的。每到这时，真真就提醒我真善忍，修炼人不能动气。不过话说回来，不是说三个月就消灭吗？这法轮功怎么这么厉害，现在连外国都知道了。小温呐，这年头要想保住脑袋，你就少评论，中央让咱们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吧。我以前呐是个药老子，你看我练了法轮功，不但身体棒棒的，连黑头发都长出来了，你们看。你说我身体好了还上什么医院呢？那又不是公园，到哪儿舒舒心？你说那电视咋就说咱老师不让上医院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不是要我命吗？我们沈阳那儿就有几个镇压之后不练的，旧病复发就去了。以前同修们还在一起开法会，我们在一起互相谈互相讲修炼中的小故事，所体悟到的那真是一片净土啊。让我们准备一下接着开法会吧，即使政府不允许，但是我们是从根本上不承认这场迫害的。虽然我们的内心无时无刻不保有那份净土，但是我们应该让它在人间再现。现在几点啊？凌晨一点半。这就是我今天想与大家交流的，谢谢。小鸟，你在哪里啊？我都有点想你了，真的。他们在做什么？怎么那么多人？哎呀，是警察！妈妈，大家不要惊慌，是警察，警察来了。真真不怕。我们向师父核实吧。大家集体合影吧。谁是头上？没有，他们都是学员。没有？北京新闻发布会的不也在这儿吗？不说，今天谁也走不了。我是蒋昭瑞，新闻发布会是我召集的，不是一个，还有
见机带大家出去。被警察带走前，我给大家读一读我将在11月27号发言的心得体会吧。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17日早去看升国旗，之后就在天安门站出来，望着灿烂的朝阳，我内心充满了喜悦。我知道那就是如归。我突然悟到了一个法理，就对身边的一个学员讲，其实我觉得修多高对我已经不重要了，只因为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生命才有了意义。这时我看到了太阳，真是清凉的世界。我知道修炼的路上每一关都是为了提高，每一关都是垫脚石，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当我最后一次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知道再拷问我一次，我可能承受不住了。那样的话，我想到了死。后来又坚定自己，我不能轻言视死如归，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喜悦。这样一想，警察却把我的手铐放开了。其实我是融在法中了，在正法、护法，在法中被正法带了很高很高。师父讲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觉得修得多高对我并不重要了，只因为与正法联系在一起，我才觉得生命有了意义。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信仰真善人，哪儿错了？邪教定的几条，哪条也不符合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没有触犯任何刑律，你们有什么权利非法侵犯我们的人权？各位穿着警服的人们，如果你们还有良心，还有善心，还有理性，还有思考的能力，还有自我选择的勇气，请让开一条路。今天我看谁还能从这儿走出去，抓的就是你们。丁丁，这个大头的不能放，大头的都给我留下，大家跑出去，快走，快走，只要你交代出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其他人在哪儿，再写一个不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我没有犯法，也没有做任何伤害他人的事。练法轮功就是犯法。法轮功教人要诚实、慈悲行善，还要处处体谅他人。丁毅，这里是劳教所，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问题。我说你们也不听啊。这玩意儿叫十指连心，他会帮你说话。你们还是人民警察吗？你们是在执法犯法？看你还有没有废话。还练法轮功吗？法轮大法好。还不服软？真善人好。挺直。老龙，我去方便一下，马上回来。行。叔，你还练不练法轮功啊？大法好。上脚镣。师傅。太子。
你们想学吗？想学，可现在不敢。看你遭的这份罪，我可受不了。什么时候不镇压了，我一定学。大姐，你可真像个大菩萨。做好人为什么要怕呀？可不是吗？真善忍招谁惹谁了？就看你。我就知道法轮功准不是坏的，那电视上的都是瞎说八道。刚见你的时候，我还怕你晚上会把我杀了呢。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后的生活中你们自己会知道该怎么做的。听我一劝，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把那个什么保证书签了，赶紧回家吧。你和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是犯罪的人，坐牢是自找的，以后出去了可得按照真善人老老实实做人，再不来这地方受罪了。你能这样想太好了，我是绝不会签什么保证书的。我没有犯法，本来就不应该被抓到这儿来。回家吵什么吵？吵什么？回家吵就好了。回家吵就好了。你把我送回家去，我不想回家呢。再吵，每个人都加刑。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大姐，你再给我背一段你那什么书？转法轮。对，我每次听你背这书就睡得特踏实。我今天给你背一首我师父写的诗吧。行。做人，为名者弃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识，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哟，秀才呀，有事吗？就是那个丁燕，头说了要争取让他把保证书签了，算是咱们的成绩。听说他要再不签的话，明儿就得送到承德那儿去了。哦，那我给你叫他去。我在提审室里等你，不好意思弄得你也睡不了觉了，周末我请你搓一顿。那太棒了。哦，对了，把他的手铐脚镣都卸了，省得惊动别人。成。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士；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真真呢？我让他爸爸带他跑了。其他的同修们呢？尽量跑，但是我知道蒋昭瑞被抓了。你醒了，太好了。我一直在担心，你要不要喝点水？你快跑。什么？快跑。现在没有警察，最好的时候。我走了，谁照顾你？你快走，真真需要你，有更多的人需要你，你不能为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一会儿警察来了，你就走不了了。我不能走。你看窗外，真真说过，他想回家，他想上学，他希望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但现在他不能，因为整个社会在道德前窒息了，好多人只能听到政府的一面造谣诽谤，只能生活在谎言中。他们比我更需要你，他们需要真相。快走吧。丁燕，出来。大姐，不怕，你们睡吧。
快出来呀！等等。跟我来。大姐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明天。应该说是今天。是你在这儿的最后一天。从这儿出去去哪儿，那就看你写不写这个保证。我不会写什么保证的，而且我也根本就不该在这儿。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时候叫你来吗？哎，你们练法轮功的怎么这么固执？这不是固执，我修炼没有错，为什么要逼我放弃？你是明白人，根正苦顶，你能有什么好下场？六四那会儿，学生也是你这劲儿，结果怎么样？反革命暴乱。我们修炼真善忍，身心受益，没有给社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又不是瞎子。问题是现在政府说法轮功坏，你就不能练了？法轮功好不好，不是政府说了算的。唉，我当然看得出你们都是好人，所以我才来劝你。不管真的假的，写个保证，你就能回家了。关起门来，爱怎么练就怎么练。谢谢你的好意，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怎么会做这种违心的事儿呢？你不写保证，今天就要被送到承德监狱那儿去了，那里可是以严管出名的，你不怕吗？我又没做亏心事儿，有什么好怕的？唉，你们北京新闻发布会和国际接轨，广州法会又分了好几个会场，到承德监狱你就不怕吗？他们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那害怕的应该是他们，自古以来善恶有报。你们的确不是凡人，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就好自为之吧。我想请你帮我做件事儿。是什么？我想托你给我父母带封信。不行。唉，长话短说，快写吧。说，写不写保证？不写。打死你算自杀。王伟健就在这儿，就这么自杀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这样做是会遭报应的。说，写不写保证？不写。到了这里还嘴硬。知道吗？进了承德监狱，不转化就得火化。家电。法轮大法好。给他泼盐水。法轮大法好。还嘴硬，拿皮鞭来，写不写保证？写不写保证？写不写？法轮大法好。写不写？法轮大法好。好，我送你去那臭水牢里洗个澡，看你还写不写保证。法轮大法好。冷风吹微雪，但
老丁，你说他能被送到哪儿去呢？好不容易打听到这儿了，怎么又被送走了呢？我哪知道，丁石，我们还能上哪去找呀？我也不知道，劳教所基本都跑遍了，这叫什么事儿啊？人抓走了也不通知家里一声，简直是土匪。哎，现在先别说这个了，找人要紧。等一下，你们女儿一周前被送到承德监狱去了，走的时候给你们二老留了封信，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是我告诉你们的，还有更不能提这封信的事儿。你们都保重。谢谢。谢谢啊。我们知道丁燕就在这儿，我们只想见她一面。他哥都一年没见他了，就让我们见他一面吧，你要多少钱都行。我说过他不在这儿。警官同志，请通融一下吧。我要跟你们说多少遍呀，他不在这儿。那你说我妹妹到底在哪儿？哎，好好好，你们等会儿啊。刘平啊，过来。你去把他们带回来，叫回来。这行吗？不是说要尽量？我们尽量了，可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快去快回吧。你们等着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警察同志，都一个小时了，我妹怎么还没来？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在这儿，你们非要见？再等等吧。是，他自杀了。你怎么了？你醒醒啊！胡说！法轮功不许杀生，我妹怎么会自杀？一定是你们害死的，我要告你们。告？你看哪个法院敢收法轮功的案子？没地方讲理，那我今儿跟你们拼了。丁石，丁妈，你怎么了？妈，妈，你怎么？妈，你醒醒啊！你醒醒啊！妈，醒醒啊！妈，你怎么了？是张若他们干的。妈，醒醒啊！妈，快醒醒啊！昨天出车祸，你醒醒啊！妈，怎么了？妈，你怎么了？死了！醒醒啊！哎，张老师，我这两天觉得越来越不舒服，本来想练练法轮功吧，政府又不让练了。快别说了，听说那个燕子都被打死了，还是死在水牢里的，你说多可怕呀。是吗？燕子死了？哎，岂止是燕子，还有真正他爸爸。
真真的爸爸就是张慧的丈夫。你说好端端的一家人就剩下孤儿寡母的，多可怜呀。这共产党什么时候消停过呀？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这不又来了？谁说不是呢？当好人都难。哎，造孽呀。哎，是如此平凡，平凡的和每一个人一样，渴望健康，渴望心灵的美好和平静的生活。真善忍使我懂得了生命的珍贵，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你们的女儿不希望那么多的生命生活在谎言中。我多么希望更多的无辜的中国人民知道法轮功的真相，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枉生命的意义，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做出无悔的选择。妈知道，妈理解，你永远是妈妈最值得骄傲的女儿。妈老了，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挽着女儿的手走在公园的草坪上，享受春天的阳光。燕子，你看见了吗？春天就要来了。妈知道你每时每刻都在妈的身边，挽着妈的手。你生前不是说你喜欢读转法轮吗？每天都要读。妈妈从现在开始每天都读转法轮，每天和你在一起。妈，真真和张慧他们来了。Thank you.
respects human rights and respects freedom. And we will stand with you, shoulder to shoulder. And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we will continue to fight with you, justice and freed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nd its campaign. Torture and murder of the peaceful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To end it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possibly can. We must not tolerate this. Can we stop it? Freedom House cannot be silent today.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that,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Within the practice of Falun Gong, a genuine benefit. This has to stop. And I will call upon the Chinese regime to stop the oppression immediately. Après des années de recherche, j'ai découvert cette méthode de libération extraordinaire qu'est le Falun Gong. Protestera de grova bronca.